虔诚唱诵《黑金记》，走入岁末祥和的灵山大法会。我觉得应公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幕后的地方，然后觉得自己的个性好像非常的适合，所以就从那个一接触开始，我就不曾离开过应公寺。中调也无讲讲严重性，讲安尼未做啊，真严重性啊！要讲话，咱大家比吼，咱这算囡仔，人这有比咱大个拢袂真人个。我讲这吼算讲天公伯啊，对咱真好啦，还有上人做，拢在做啊，老稳做，对阮吼也帮助足大。即卖人超过30岁还未结婚，是真平常的代志。但是伫30年前，这种的情形，爸母都会非常的着急。阮今仔日的主角林如如，伊伫34岁时阵，为着不爱互破病的妈妈烦恼伊的婚事，伊伫报纸刊广告、交笔友、找找未来的另外一半。后来36岁迄年，伊嫁予一个太太王姓，身边阁带3个囡仔的人，是安怎伊会选择这段婚姻？婚姻这条路，敢会是想的遐尼简单嘞？咱即马就赶紧来看伊的故事。在《智利晚报》登的那个真有其事啊，然后那时候我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名字，是这个就是我林静文，自己乱取的一个名字啦。然后我里面说的都是真的。女，44年次，籍贯宜兰，高职毕，任职护士，个性偏内向，喜大自然及静态活动，及相信缘分，愿以真诚正直之人为友。社会的变迁，已过适婚年龄的无奈，你是否也同感相似的困扰？愿意彼此交换意见吗？我觉得我要让妈妈安心，然后我想要找一个对象结婚的那种动力，把我那种就是我自己本身的那种个性给压了，然后我就突破那种自己的那种那个，所以我就会做这一件事情的，应该是这样。现在想一想，真的是，蛮有意思的。他好像没多久就写给我，只是我没有马上回信，我应该是经过了半年以上。最主要也是觉得说他师兄很可怜啊，我是觉得他那时候他因为。将心比心，一个男人他要工作啊，身边有3个小孩，上年纪的父母，他们就是住在比较乡下的地方，但是他们都不会交通工具，然后任何事情都是要师兄去打理，就觉得这个人他。要打理的事情太多，然后又要上班，又觉得说，他这些家里的事，其实我可以去分担呐，可以去帮他做就对。然后考量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刚刚讲的那样，所以就好，那就结婚吧。结婚那一天不是要请客吗？就是宴客那一天，之前呐，师兄就有去想到说，我们就是用。做一个竹筒跟，来参与那个喜宴的那个亲友们分享，就是跟他们结缘这样子啊，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子一个竹筒，
累积久了就可以做行善的工作啊。那时候师兄就有这种想法了。可能就是要做很多事啊，就是做事情能做的就做啊，反正我就是这种劳碌型的就是要多做，然后我会垫高。师兄很会买衣服，我也很会买衣服，买的都是慈济的制服。你八正道可已经第三件了吧？制服真的是在制自己，制约自己，然后让自己，处处要很小心。你就是要把慈济的形象顾好。然后以前就是经常，这里呀、啊、这里呀、啊、都会被那个锅子的边缘烫到，是为什么？因为在煮菜的时候，你要锅子放这里，然后你那个抹布就经常就这样这里擦擦擦擦，然后这里就是碰到锅子了，这样子，哇，烫到了，然后就一条那个烫伤的那个痕迹，所以你就看到师姐如果有这样子的话，你就知道嘿，一定伤清气气啊，然后就是这里边煮你就会变这样子，一直擦擦擦擦，擦到你就这里就会的一条一条的都是那个烫伤的痕迹，好啦，真的是。啊，有够惨！我对自己做这样的要求，我也用这样的方法去要求家里面的人，不管是师兄啊、小孩啦、什么的。因为小孩没办法做到，或者是师兄没办法做到的部分，我又会一直念，我会一直讲说，哎，我都跟你讲过啊，那啥，这样子，结果他不高兴了之后，我比他更不开心啊，所以就变成双方面都。很惨，就是说，好，那伊嘛碰一个面给你看哦，我嘛堵一个面给你看哦，安尼啊，就是彼此都很不高兴，啊就是，后来慢慢的就是，还是需要把上人的话拿出来用。那其实真的，我越来越发现到那个。贞洁在于自己的那个心，真的，你的心怎么样对待你自己，他就是这样子给你咯。嗯，其实不同的选择是在接触慈济以后，我才发现到的嘞。人生不是只有在这个家庭里面，然后你就油盐酱醋茶这一些，然后就是总共来讲，我这一口顾爹顾囝安尼尔嘞，不是哎，我觉得哇，原来世界可以这么广哦，慈济做这么多事哦，啊，然后我虽然没有什么很特别伟大的那个很特别很特殊的能力，但是一样啊，就是很这么平凡的人，但一样可以去做这样的付出，然后你去做了之后，你那种欢喜跟快乐，怎么会？让自己在这个家庭里面，然后就这样把自己绑得死死的、紧紧的这样子，哎呀，我就发现了这个新天地，然后就觉得真的是人的那个可以有无限的宽广，然后真的是我生命里面的。第二个春天，我都一直在讲，哇，慈济是我生命的第二个春天，我也觉得好棒。你没有全林木，好，我上去了。我都好，安尼，他们慢慢，安尼开始吼，他都，人其实，你就会当快乐嘛，啊，你什么代志，你拢会当。卖想甲足济，卖想甲足复杂的，你互家己愈简单，啊，就会快乐。如师姐哦，从认识她到现在，就是拢点点啊走了，拢伫个幕后吼，点点啊走，但是
伊点点啊做，但是伊予别人的力量是足有诶。我感觉讲吼，伊为滴做互看，然后边仔人就会学伊安那做，学伊的精神，你知道？伊永远都是嘿，拢家己退到缩小到吼，会予人无感觉伊的存在。但是伊拢跌杀别人啦，吼，啊，予别人自信心啦，嘿，但永远在做那个推手。对，第四，个性哈，就是因为自己就，可能就是很内向，而且，不知道哎，一直都觉得自己很自卑，然后就觉得很害怕跟人面对面这样子，人群在尤其是在人群中。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把自己摆在哪里，就有那种不安，就心里很不安的感觉，因为我不知道拿什么话题去跟人家对谈话啊，所以我会觉得在音控室，你只要把就是该播的影片播出去，该送的音乐送出去，然后让要声音的时候有声音，要影片要画面的时候有画面。啊，不会啊，这些机器不会，不需要跟他们有所对谈这样子哈，所以我就很安心的这样子，会觉得音控室是我的最佳场所，对啊。工作都要拼啊，不是吗？上人脚步那么快，我们不拼紧吗？就是要拼啊。然后你做实际，你就是要做啦。其实无他就是要做就对了。啊，你当你有体力啊，然后你身体状况好的时候，你更加要拼。我觉得啦，更加要做，嘿。我以前都会感觉他很安静，然后就是很内敛啊，然后很严谨。慢慢的有机会常常跟他相处在一起，就发现他很像月亮，就是他随时都在你的身边，然后就是用微微的光照亮着你。然后就是随时不管在哪一个角落都有他的身影。师兄师姐大家好。你有开啊？有啊。开吗？有啦。师兄师姐大家好。吼，即马已经十点啊，大家放下你手下的工课，来用点心啊，邀请大家来用点心。我就说他经常这样，其实头发不长啊，现在冬天啊，其实也不用那么长理，可是他就十天了，他就习惯这样啊，每次上人要来了，如果说想拎出点我爱你这个姿态。太暧昧了啦，就内心当然是爱他这样，哎呀、啊，所以开口说在大庭广众说啊，林初姐我很爱你，这个其实是太假了啦，哎呀、啊，其实也是很爱他啦，哎呀、啊，说不爱他那是骗人的啦。说落来主角吴文昌，过去是一个头家，自从伊中风破病了后。行动变甲无方便，身躯边的朋友嘛愈来愈少。好佳哉，伊无放弃伊家己，而且佫投入做环保的工作，互身体愈来愈好。伊讲做志工，唔来当救地球，嘛帮助着家己，互伊找到人生的方向。
拢家煮较济啦，啊一寡囡仔哦较平大煮，啊就买外口的。三年外前，我就中风啊，中风。十月初三啊，我三年痛啊。上重要就是啦，爱家己找出路啦。安怎讲呢？你家己做啥，还做啥，爱看你的兴趣。啊，准这摆就安尼做，有做做找找你袂做自己，这摆做到，敢无做好真艰苦。人要滚，拢来倒去做。没啦，安尼算讲有做着志工，哪有哪有余量哦？啊，遐做也袂歹啊，啊救地球啊，啊家己用手哦，哎呦，来做负责，包做运动啊负责人员。以前的朋友吼，是酒吧朋友。我这交这三四个朋友吼，是真好的朋友。我拄撞到吼，伊交好朋友，我就是真有够绝望的。啊，尾啊，甲刷刷的普通梦啊，人朋友来我看，啊，我有交伊愿意安尼开始学牙乖啊，啊读落来，啊，人我跟你比起来。安怎行哪个？甲讲外人，安尼行的吼，歇睏一下。嘿，啊，第二天啊，四只怪啊，换变四只啊，一只，啊，我就照，啊，一行，甲我出院，28天出院的时阵哦，我就来夹怪啊，倒转去。啊，转去就是咧厝房租的嘛，啊，做烤鸭店房租的，啊，整理闲人啊，啊，是朋友的朋友来到整理的。啊，经营啊，就是我搬个砖卡，人咧拆火柜啊，在那住两年，啊，再出来个来鱼来，过来做这间厝，啊，交遐好朋友。嗯，啊，无担心，大家食好无啥。好，我食西。啊，从头就开始做做工，啊来，啊实在，现在拢好阿伯啊，哦，啊遐师兄师姐吼，拢对咱真好啦。啊来啊，陪你做。本来我做遐啊，拜五啊，所以说我时间加啊，我去做。伊是三五，拜三拜五，啊就做了，啊关系啊，啊就要这边做啊，家己会主动去做。我做遐做遐。真好，吃饭搁吃火锅呢。因为他们三位啊，虽然是都是哈、哦、我在关怀啊，但是我看到他们这样的合心合力，我真的觉得很高兴。尤其是那个文昌大哥这里有一个据点，给他们一个像个家的感觉。哎、欸，我遐无伊哦，我可能无加做咧。啊，伊来阿关怀啦，阿公讲我后礼拜我再来做。啊去啊无熟悉，我叫倒转来。第三遍拄好吴叔叔，吴叔叔叫叫是孙啊，我叫阿表孙啊。啊，我才开始就去做，啊做啊，我开始做，有啊，差不多一年啊。嗯，差不多一年。对，啊就是安尼做，啊哪做，感觉啊无做较怪怪。你这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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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
他就拢遐步数吼，啊来遮足侪步数的吼，对吧？他大家好。我含了无糖啊加。这气场较灵活吼，人生嘛气性嘛加好足侪啊。但我呢，伊我有哪样，我暗中甲伊观察安尼吼，甲伊观察安吼。伊不但讲迄手吼，脚手拢较灵活啊，啊，迄气色嘛好足侪啊，真的。嘿，啊嘛开甲阮开玩笑，我拢会甲伊开玩笑，伊嘛较会甲阮开玩笑。阮大伯。啊，迄改变真大嘞，拢无共，真无共。因为社会甲来做这个志工哦，完全拢不一样。因为这是在感恩做，感恩做。啊，咱社会是个人的事啊，你不要你不见了。拢嘛学袂会精，做啊得啊，啊你稳当的，稳当的做啊落来，啊轻轻好落去。啊，万一受伤也会有。出去拢伫遐做交代。人生改变就是安，我变做讲，我换一个人过来，我重点就是安尼，我换拄头啊，伫社会开始摆来，摆做一摆，摆去厝安尼吼，正经的人。拢变，拢变。好地方来来救机会，甲伊拉拉真凉快安尼，因为安尼机会哦，去浪漫着。脚有台脚扶无在个，我会解一块起来。你这手无来就是怎样？啊，这是安尼，拄仔来脚拢唔敢救啦。啊来啊，我行入去做坐，一个小姐，不小姐啊，甲遐遐小姐小姐吼，大方对我真好啦。啊，该，我得做到尾啊，该当作家己的厝，家己物件做做好安就对啊。啊，无讲我就是两点五拢走啦，变啊做几工的吼，常做半工啊。啊，再你先有是做拜二拜五拢做几工的，啊伊啊一三五嘛，做拜五会冲突一下啊。啊！伊遐做几工，我做一步，啊，十外下做一步，哦，安尼分摊。